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想上来的话，请你举手让阿缪看你在哪里好不好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，你怎么举得那么可爱啊？而且他还自己带一个板板。哎，他是我的，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在听我歌的一个。那就来啦，你上来快点，亲爱。哎，你把那个带上来我看一下。他很每次都会带他很用心自己制作的板板。好酷哦，他很会画画。Yeah, 你看，他也用画画找到自己可以抒发的方式。他是花花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就是我很感谢，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前面有两年没有发音乐作品，就是不管我现在在潜在里面，或者是我在浮潜的时候，他都在。是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金曲歌后吕强。这个是我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，然后她帮我做我那一天的样子，然后这两个是我的贵宾狗，很可爱，她很用心。谢谢谢谢花花，你超级熟悉，因为这东西就是粉丝的爱，对，粉丝的用心，就像你用音乐来疗愈大家，表达你的爱，她也用她的才华，用她专业的方式来回馈你。That's right， Yeah， 好哟，你有什么话想跟吕强说？有开放心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很直接的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就是要这样啊。对，亲爱的，我告诉大家，尤其是你知道，疫情影响这一两年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爱，就请你当下好好的表达吧，因为你随时不晓得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所以就像你想要表达，你想传递，你想告诉他我爱他。就认真大声的说出来，赶快隔壁有爱的，赶快说。没错，我抱一下你身边你觉得很爱的人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又要提倡那个就是社交距离，所以就有点尴尬。你说又不能站太近，我们这样。好，那再次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有些人口罩可能有点微微的滑落哈，大家那个口罩请帮我们把它戴好戴满，而且每个人都要做好防疫模范生的角色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移动到我们的转盘的部分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哪一个？都很好，那你来转好吗？用力的给它转下去，来三二一，到底你转到的会是？用传声筒向粉丝说一句告白情话。传声筒，请上，好可爱哦！就是那个啊，小时候玩的那个，很你知道以前科学课会做的，对，你拿一个，很古早味。好的，然后呢，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耳边，然后。吕强要悄悄话告诉他，你要拉紧哦，不用不用，你不用拿麦克风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听一下 ，test one two three，test one two three， 有吗？好哦，那就一句谢谢他的话。怎么了？你来来来，我看问他说花花，你吃饱了吗？好，认真的认真的。两个人的交流时间，我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，感觉有很多的感谢，有没有？好期待哦，好像是一篇作文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什么？你不要哭，亲爱的。真的假的？他没有了。好，你要不要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布你说了什么？就是一直都很感谢大家支持他，然后也很感谢就是真心的粉丝支持他这样子，然后给他的鼓励他都有收到。是，谢谢谢谢花花。好哦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有收到朋友对你的一个爱跟心意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我们旁边再来休息一下下，来来来。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用自己擅长喜欢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是一件很美好幸福的事情。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，或是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宣传的事情？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在这里看到大家，因为我很久没有，因为其实本来是棚内的节目，对不 对？我们就拉来西门，大家很幸福，是，对，一出来就可以听歌，然后对啊，你还这样跟那个隔壁后面的朋友，真的好的朋友，啊、OK， 大家冷漠，谢谢。你们的声音在哪里？有有啦，都可爱。对，然后因为我。
今天就只能唱两首歌给你们，但我二月六号有自己的在宣传做一个结束，然后会有一个音乐的同学会，是，所以欢迎大家来一起一同参与，但是地点会在角落音乐，然后都会发在我的社群上面，对，比如说脸书跟 IG， 大家如果有用的话可以再 follow 一下消息，因为消息现在还没有释出，应该等到礼拜一就会有，二月六号请大家多多支持李强，谢谢。二月六号有一个演出，那所有详细的资讯请上李强的粉丝团也好或是 IG 也好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公布，对，好哦，那最后我们来跟粉丝们拍个照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大合照一张，太开心了，今天一个很舒服的好天气，在西门町这边，我们比一个最经典的夜，好啊，夜经典的 OK， 把你的手举高，好，你要不要，你要蹲下吗？蹲下，好，好哟好哟，地瓜啊，什么东西来，夜在哪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李强全新的数位的 EP， 没有发行实体，但是各大的数位音乐平台都听得到，所以要恳请大家多多的支持。另外呢，在二月六号的活动，请上我们的 IG 还有脸书的粉丝团都有，我们很详细的资讯会陆续的跟大家公布哦。来，好可爱哦。我们再给李强一个热情的尖叫声，好不好？记得要多多支持新的作品哦，加油！你看，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？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今天的活动，我爱偶像，我们的新生代女力的音乐会，接下来要。